小遥控玩。继续粉碎僵尸时间之旅。好了，把这武器升级一下，开始第六天。依旧是这把威力无穷的霰弹枪，在这个墙上的老者，无所畏惧僵尸进攻。这个霰弹枪的枪火，这个做的还不错的，看着这里。我可以等这个僵尸离近一些再攻击他，剩一个僵尸的时候，咱们可以把弹药先上满，然后再攻击。秒掉下部的僵尸，哇，自爆僵尸来了，快速攻击，爆炸，哇，真的爆炸了。打掉这个奖励，获得冲锋枪。冲锋枪的话，在这个僵尸多的时候来使用，僵尸少的话，攻击效果是比较一般。因为这个子弹散射是比较严重的。这一波，这一波攻击简直太过强烈了！哇，消失了没攻击。好的，神奇的道具即将出现，重返时间之旅，利用时间机器，咱们回到上一秒。这个重返时间这个游戏，到这一关才真正的使用了这个道具，应了这个游戏的名字。快速扫射，成功过关。